九年前，新竹县峨眉乡中山村的河坝松节的蔬菜，一天要开发做粗切，含个十年也条延期，加加起来就有82公顷案发。下一步的地方方又开始议论亚杂发田，有菜田后生人去受骗呢，是讲亚杂蔬菜开发可能会污染到水源，也安到问题，还个时候会影响到岩蛋的生发同生态。故说近半夜就出来开说明会，希望讲我要行较多年来了解开发案的内容，前减三期强势。这条溪绝对不能有污染。许多家乡的后生人同中山村的村民说明，河坝松节调查的结果，因为已经发现水质稳稳的，就惊啊未来开发会带来海那台的影响。媒体便用合法说明，希望采地的居民。看那了解开发的原因，还个问题。养生村其实是住宅区，差不多有400户，1500人生意可能会带到两位来。啊，另外是有两家，我哋讲产业园区，还有一家系旅馆，另外一家系休闲农场，总共有5期的开发案。因为也5期的开发案，下面波山乡油田村同峨眉乡的中山村。初七起，再加上成立延期，可以容纳万个位人，为了唔会河坝出现污染，同时考虑到公家机关检验的人员有限，故说村民未建议捏闸，特别由村民自天无相同的机构来验水质。找不特定的厂商去做检测，检测完毕之后，费用给你们，跟你们请，这是一个责任也好，也是告诉他。你都要对自己负责，你敢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代表你就真的是无污染了。对，啊，你不敢，啊，你就是有鬼啊！专业的人来检测是我们找，不是经由他们找。这样子的话，比较我觉得比较公正，都由他们来找，当然就有可能自己私底下做一些调整。所以这一点这部分的话。钱的那个预算的问题，他们基本上已经答应。为了做好河坝的监督，也下除了青年团体，每天面树方公布消息进度以外，每将会建立赖群组，而村民随时注意河坝的变化。一发现有马嘅无正常嘅蔬菜，就可以用手机嘅拍相片传播大家。同时，爱下那多嘅村民查找最新的资讯，同时可以联名通报相关的单位来做下海嘅追踪处理。客家新闻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